大家好，我是小王草。那么今天要做的影片呢，是《守望传说：梦魇》的一之三。那马上就来看到我们的地图吧。这个关卡跟一之二一样，没有任何困难的地方，但是有一些剧情的推展，就是有看到一个非常长得像旅馆主人的东西，然后狠狠的想要把那个狸猫吃掉，然后最后也把食人怪什么的咬死。那我们就来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それでも相手くらいさせてあげましょうか。あたしの背後に立ち舐めてみんな発射。これくらい簡単よ。用石头挡住一处的花丛，就可以让蝴蝶赶到有金钻的地方。那我们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拜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左下角按赞，右下角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喽。我是小熊草，那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